空を貫いて地球を打った雷は我ら幼い人類に目覚めてくれと放たれた。旅立つ日々を戦い開く We'll love me tomorrow 闇を切り裂き飛びゆく先は遠く輝く青い星マクロスマクロスマ科学家将十年前在外太空跌落嚟嘅太空船修理成为巨大嘅太空堡垒超时空号。点知道喺首航典礼嗰日，原本由外星人所装置嘅自动防卫系统忽然间开动，超时空号嘅主炮发射出幻影导弹，将一艘来历不明嘅外星人太空舰毁灭，双方因此进入交战状态。而一位嚟到参加首航礼嘅机师马辉。亦都系喺好偶然之间卷入咗战争嘅漩涡。而家超时空号开始佢嘅处女航行啦。马辉，马辉啊！今次嘅事对马辉嚟讲刺激可能系大啲嘅。我系幻影机队长啊！而家我要去阿特利岛啊！超时空号嘅护卫由其他队员负责。你去阿特利岛做咩啊？VT-102号幻影机同埋机师而家仲留喺嗰度啊！哦 ，VT-102 啊！啊，讲起嚟嗰位机师好似有啲怪怪地咁嘅。呢啲又唔出奇啊！唔怕话俾你听啦，其实佢系个平民嚟嘅啫。咩话？佢系平民嚟啊？真嘅？点会咁样噶？死啦！呢啲嘢俾个女仔见到就吓死佢啫。哎呀！啊！咩事啊？你咪喺度震咁样嘅，究竟发生咩事啫？喂，唔好睇啊！做乜嘢啊？你做咩啊？唔好睇啦！喂，马辉，你仲唔走喺度做乜嘢啊？啊？哈哈，似乎有人睇中咗你咁喎，几好艳福啊！啊、真系犀利！点解会咁样嘅？真系方便啊！
入降落先啦。可以降落。美莎，听下啲幻影机睇下翻晒嚟未？啊，好啊。翻晒啦，只系剩翻福卡少教同埋嗰架由平民驾驶嘅 VT 一零二号。嗯，有福卡睇住佢得噶啦。啊，家宝啊，啊，太空武林一号同二号而家喺边啊？佢哋而家向住回合地点前进，预定会喺20分钟后到达。好极啦！黑珍珠，你嗰方面点样？照原定计划进行。不过舰长啊，我觉得有啲奇啫。嗯。敌方嘅舰队武器咁精良，而家佢哋只系喺卫星嘅轨道上边啫，点解唔再进攻我哋呢？你都有咁嘅感觉啊？系啊。嗯，话唔定佢哋只系同佢哋玩下嘅啫。哦，点会啊？冇理由同我哋玩噶。哼，我系同你哋讲下笑啫嘛，唔使咁认真嘅。你唔好讲笑啦，我系唔会翻去超时空号嗰度啊！你叫蠢材啊！如果你留喺个岛度啊，嗰位小姐就会好危险噶。你系咪想佢死啊？我嘅伯父同埋伯母而家都系喺岛上嘅避难所度啊。喺避难所就得啦，佢哋绝对唔会有事噶。不过我始终都系想翻去岛上面啊。等战争结束咧，我哋会送你翻去噶。如果是这样，我更加担心添。吓？喂，担心咩啊？喂，我是幻影机队长。你找到你要找的东西没有？哎，找到了，他被敌人吓晕了在岛上面。这个话的？哦，这个就是那位平民，不怪之得什么都不识啦。喂，大婶啊，我什么不识啊？哦，大婶。堂堂超时空号的航行指挥官，估唔到喺马飞嘅眼中，而家变成一位大婶喎！福卡少教 ，VT 一零二点会搞到由平民驾驶噶？一阵间唔该同我解释下。哇！乜咁讲？啊，仲有啊，马生，你都唔会就咁就冇事噶？啊，佢咁讲咩意思啊？我睇你都系道歉啦。佢嗰啲咁嘅人啊，好鬼得人惊啊！我哋要公道啊！麻烦你导航啦，大婶。哦，好啦，你哋要小心啲啊，因住连条命仔都冇埋啊。都冇事。系啊，太空堡垒喺边？而家大气层继续上升，睇嚟佢系同太空舰队结合。你想点对付佢？要击落佢，其实唔系好难嘅。不过我对佢好有兴趣。如果任由佢进入卫星轨道咧，佢就可以以超时空航法逃走噶啦。嗯，我知道。我哋要喺佢同太空舰队会合之前，加以牵制下，全舰准备跑军。为什么要这样互相残杀？这些就是战争啦。所以呢，我一向最憎的是战争的。你都曾经开过火来啊。嗯。估不到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巨人。真是犀利啊！你讲咩犀利啊？冇嘢啊！喂，你做咩啊？冇。好啦，我哋到啦。少教啊，你真系粗鲁啊！嗯。哦。
好多谢你啊！乜说话？呢啲咁嘅嘢咧，喺战争嘅时候好左手左脚嘅，所以你都系同我攞走佢啦。哦，呢架咪系今朝早要嚟表演嘅飞机嚟？各位注意，本舰而家准备同太空舰队会合，请各人紧守自己岗位。好啦，我要去做嘢啦。你哋啊，千祈唔好离开呢处啊！呢座堡垒非常之大噶，如果四围走会荡失路噶。已经进入咗停泊线啦。正方舰队准备会合。好啦。在蓝队和太空堡垒中间开火，不过尽量小心啲，千祈不要伤害太空堡垒。知道，开始攻击，目标是敌方蓝队，太空堡垒例外。检查是同上次一样，攻击的来源是在卫星的轨道，距离12000里啊！唉，武舰一号同埋两艘武舰二号已经被击毁了，即是一共三艘咯。我哋嘅情况点样啊？暂时仲未有损伤啊，各区嘅情况正常啊。我哋嘅位置喺边度？我哋环绕咗地球一周，而家喺阿特利岛南边800公里，嗰度系120公里啊。好啦，黑珍珠啊！我哋炸地好似喺南亚特利岛降落咁样，然后进入超时空航法啦。超时空航法，我哋仲未曾试验过噶。虽然咁系冒险啲啊，不过如果我哋停泊喺呢度咧，就会被毁灭。但系呢个系外星人嘅系统嚟。呢层我仲清楚过你啦，外星人嘅嘢未必唔好嘅。准备进入超时空航法，全舰预备，主要目标系月球嘅背面，坐标系赤道嘅上空。地球的转移轨迹，我要令敌人惊奇下。哎呀，点得？不如我哋向联合总部请示一下先啦。嗱，情势好危急啊，到咗月球先至同佢哋联络啦。快啲啊！呢个系命令嚟。知道，转移系统准备，全舰采取紧急措施，检查动力系统，检查通讯系统，所有工作人员紧守自己岗位，千祈唔好离开。好似静咗好多咁吧？唔知系咪已经结束咗咧？哎呀，乜而家咁嘈，嘈到耳都聋埋喎！哇，照咁嘅情形睇咧，上边一定搞到乱晒大龙啊！系啊，我间铺头唔知喺咪度添，希望有啦。家姐唔知点样啦？你唔使担心嘅，呢个岛有好多避难所噶，佢自己识得匿埋噶咯。明明有来运，你都相当好嘅，我相信佢唔会有事。真系要飞出去啊！我谂你都想翻去噶，系咪？不过如果你唔想走咧，我唔会勉强你嘅。现在准备转移，开始前3分钟。咩事啊？算啦，横掂我哋都走啊，理得佢啊！呢个机坐一个人噶咋？得噶啦，嚟啦，上去，嗱，带起佢。喂，小姐啊，你可唔可以戴好啲嘅头盔噶？
揸实啦吓。揸边度啊？喂喂，我睇唔到标板喎。啊，对唔住啊。你惊做咩？我唔使惊噶。哎呀，定啲啦。啊，好啦。他们在地球轨迹进行超时空航法啊！他们有没有可能成功啊？呢层啊，我都不知道。马上找出他们的超时空航点啊！知道。开动辅助推进系统。啊，舰长啊，太空堡垒嘅下方发现物体啊！呢层啊，当然啦，呢度系月球嘅背后。唔系啊，好似系好细嘅嘢嚟啊，应该喺银幕嗰度啊。啊！佢接近我哋啊！咩话？唔系啊，系我哋下降紧啊！哦，黑珍珠，开动所有推进系统。我开咗噶啦，点解冇反应嘅啦？哎呀，呢次弊啦！我哋似乎进入咗太空啊！哦，呢度系太空嚟啊，系咪啊？你话似唔似啊？哎呀，做咩啊？咩事啊？哦，冇乜嘢，呢啲系小事嚟嘅啫。我怎可以告诉他我们有些漏气呢？不如回去咯。啊，好啊，你不用怕啊。希望加速器可以用啊。啊，坐稳了。啊，开动了。啊，似乎得啊。啊，但是超时空号在哪里呢？哎呀。啊，这次弊了，入不到去的。
有办法啦。已经被消灭了。在避难所的人怎样？情况好好啊，只是有好少人受伤，我想他们没什么事。好劲啊，李沙中尉，你跟总部联络成怎样？咪咪，我联络了很多次的，但是未有反应，是吗？是不是有故障？不是啊，我们的位置啊，我们的位置在哪里？照仪器显示是在冥王星的轨道。啊，什么话？冥王星为什么会这样？都说了不好用的了。男长，咪嘈咪嘈，等阵你哋唔使担心。如果我哋用多次超时空航法咧，一定可以翻去嘅。哦，系咪真噶？哦，喂，咩事？吓、啊，点会咁噶？好好，我即刻嚟。吓、啊，系咁。舰长啊，超时空航行系统听讲已经消失咗。啊！消失咗？点解会咁噶？消失咗啊！系咩原因咧？我哋咪翻唔到去咯！呢次我哋嘅旅程可能会好长。由于超时空号使用超时空航法，令到马辉同明明飞咗入去超时空号嘅闭锁间，冇人知道呢度嘅构造系点，亦都冇人知道点样先至可以由嗰度翻出嚟。究竟佢哋两个会唔会有危险呢？请收睇下一集嘅播映啦，再会。走る影の後、人は誰も走り続ける。ゴールはまだ見えない。今日の次に何がある？明日の先に何がある？遥か